华人同学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讲解六寿。六寿，刚才我们师姐呢，请示说，如果七财带白虎是怎么样？若是我们男的话，这七财带白虎的时候，老婆会帮忙赚钱，老婆嘞，不是像老虎哦，不是哦，那个老婆就很卖力，很有魄力，帮忙赚钱。若是女的，自己七财带白虎，自己要会很累，会很累，又很凡事要就硬干。是这样硬撑的，是这样来。若是兄弟带白虎破了，命卦的时候，你的兄弟会有残废，会有残废，流血而发生残废的，会有这一些发生。昨天跟我一个老朋友，他也在修道。他呢，参访名山20年，修道20年，修到最后来呢，现在不知道往哪里跑，确实是很苦战。那么我说，老朋友你什么时候生？你告诉我。结果呢，他的命卦四爻是官鬼，官鬼爻有带破，再来呢。子孙爻福神，也带岁破。子孙爻带岁破，是带玄武星。我说你的孩子呢，很聪明。你白虎带月破的话，那么你身体，你的官，你的老运，会比较凄惨一点。命卦里面，他也有财星还不错，那可惜呢，他在修道的过程之中，我说你的修道呢，你不必去找你的来源怎么样？现在一般在修道的人，都在喜欢找我是什么来投胎来转世了，没有用，绝对没有用。我跟他说：“你原来当大官，现在大官退休了，当小民，而且呢，比我还落魄，比我还落魄，过去有什么用？我是哪一辈子我当皇帝？哎呦，现在台湾的修行人都喜欢去听一听哦，你是当皇帝哦，你当将军哦，因为经文里面告诉了，就前生当皇帝，这一生呢。”就会有成就，胡说八道，你怎么修？而且呢，他说某某神告诉我，已经将以前我是将军，有10万大军全部交给我了。我说我有没有看到？我有没有看到你有十万大军呢？在哪里？已经无形的给我。我告诉你，有形要紧无形没有用啊。你就光讲无形，你有形去做，那么他有时怎么做？念经回向给你无形界的、灵魂界、法界的过去被你所杀害，或是你的部下等等，赶快念经回向给他。我这些朋友呢，我怎么没有听过？本来就是这样嘛，不然你绕道20年，到现在呢，还不是？母萨萨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本身你的命里面就要带破母萨萨。你的儿子为什么奇怪？我的考验考了那么多，我的儿子呢？这个事业做一做，就完蛋了，就没有财。我说你的儿子地火明夷嘛，地火明夷卦中都没有财，连运又是岁破的财福长，所以你的儿子啊，命中没有财嘛。
阿姨砍拖说你哪一辈子跟他有什么冤有什么怨，所以这一生呢儿子呢事业没有财。我说这样就这样啊，你哎呦你再讲那有什么用。嚯，他呢那我很多写的胡乱的给他看给我看，哇我都看太多了，我经验太多了，我以前是这样爬出来的啦，我也从那里爬出来的。哦啦啊，再来一个儿子啊，另外一个儿子呢，老师啊，我的儿子呢哈，这个做生意最近呢，很辛苦呢，可能会收摊呢，我一点爱收摊嘛，挂钟命挂也一点财都没有，而且又睡破，哎呦，高不高低不低啊，没有用啊，你看，如果我去问神，问那菩萨，问修行的师兄师叔师叔师姐，和我跟我开始，我儿子以前是什么将军，什么，嗨，那东西就几片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你们注意，好，你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法门都告诉你是什么皇帝、什么将军，哪有那么多皇帝？哦，天子帝王到现在只有917位嘛。那么你在这一个宫里面修行了，好，就有如果这个单位修行了，你有200个哦，这个修行的同修嘞，每个都皇帝，啊，都将军，哦，这个宫。200多个都是皇帝和什么 来投胎哦，现在换了 你家的宫，而你也才200多个皇帝哦，啊，那个都是皇帝来出生，会话嘛？我统计的917位天子帝王，包括邓小平、蒋中正、蒋介石，哦，我们的蒋经国先生、毛泽东，哦，只有 这几位现在都还没投胎呢，你 还有多少多皇帝？所以各位我们要了解。啊，你去问哇，叔啊，你看看哪一个来投胎了？嘿嘿，我拍摄一个后后面啦，不好意思说后后面。哦，哎呀啊，所以佛啊告诉我们说，过去心不可得啊，过去心不可得。我们有无量劫来，在中华民族呢，啊，到现在917位天子皇帝。那么哪有那么多的皇帝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在这阿大，哦，因为我过去也一直想要听呢，听说哎呦，哎，我是从皇帝来的，废话。后来我一想想，我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月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月经。啊，就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国小，我们一位工友先生，哦，他在当工友啊，什么都不做。我们校长有一天就跟他发飙，他说我在大陆来省，我当省长哎，哦，我现在叫我当工友，我们校长你回去当你的省长，马上出去，哦，把他赶出去，哦，忽然就醒起来。啊，跪着，我们的像我们校长跪着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你过去当省长有什么用？你现在那工友过，你的缘就是要当工友来消业障嘛，不是贱与贵的问题呀，是不是？啊，后来我们这一位啊老工友呢，文章好多很，我们有空了就去找这些伯伯呢，好过呢。啊，跟我们讲，请他讲一些故事，讲一些大陆他们战争怎么样的事情。哦，他在告诉我们说，小时候就告诉我，因为国小嘛，啊，你们以后长大了，过去的辉煌成就，啊，你们不要再想过去的辉煌成就，现在书现在读要紧。所以我们这位工友先生，他很认真又去读书了，啊，在一直读。突然悟了，过去心不可得啊，现在心也不可得，现在什么地位也得不到，未来心更不可得，当下心就要得，当下的心才能得到。好，所以我们当下研究当下学到，你就得到了嘛，没乱搞。所以现在台湾在修行的，这个修行的道场都是这样的。哦，灵机来，心来转波锁，心铁磨半波。啊，我跟这位男朋友呢，我说你错了，错了。
哦，你要往正确的路走。他才告诉我，我们过去就没有接触嘛，都不晓得啊，所以会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嘛，从金刚经开智慧，修灵机的人一定就爱念金刚经，是吧？金刚经，叫破除它。说我过去男生当什么皇帝，到处都在当皇帝，哦，假使。然后我今天来举办一个全省公庙大会合的时候，我相信那天皇帝会很多哦，啊，皇帝很多呢，我再呢把我们的天子帝王的皇帝这个名号呢拿出来念，哪一位是谁，举手来，念到917位，后面还剩1000位，他们都皇帝，你的那怎么办？哈哈。是不是很好笑？所以我们从中华文化道统这个如来开口，我们来研究、来学、来修，你就不会烦恼啊！不然每天空生梦想我是皇帝啊，绘画嘛，皇帝啊，皇帝现在不通，到溥仪是最后一代，溥仪啊啊，这清朝溥仪是最后一代而已嘛，好。那一个就是玄无，所以凡是玄无待破，待破元神啊，又虚啊，或是元神入目之求的人，他常常在幻想的他过去是皇帝啊，过去是怎么样，比较会有这一种形态跑出来。那么各位在座同修，若是你们有这种玄武此事，而且待破也好，你们就不要想你们是当皇帝了，也不要想说你们是来尊佛来的啦，啊，你们想说我现在是来一个修行者，赶快修最要紧，啊，赶快念佛念经，好事能做尽量做，啊，道能学赶快学就好了，再来朱雀。哦，朱雀口舌是非之灾特别多啊，朱雀若是朱雀临身啊，这个表示有口舌是非的官非跑出来，若是朱雀又临官鬼爻的时候，就是官司缠身，小人是非缠身，这是一定的，跑也跑不了，那只有自己去转进。我们有一位师兄，他当法官嘛，我说你要判他的时候，要看他这个人呢有没有啊，真的有没有掏假黑要给我，有没有真的怎么样不？你可以占卦，卦占起来，如果朱雀啊有动来克他的话，哎，这个他灾难到了，就是会被拖累。若是朱雀临四爻的时候，就是他该有官司，你就给他耗好了。我们这个法官师兄呢，回去就好几个案子拿出来自己卜看看。我但是只能参考哦，只能参考而已。啊，以前在台中，啊，我们的调查站嘛，当时调查局是权威啊。哦，他们那调查局主任呢？有一天呢，啊，他就带着他妈妈来台中找我嘛，我就跟他卜过卦，哎，某某人啊，王先生，你有官司耶，缠身跑不了嘞，小姐吓了一跳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易经排出来嘛，易经，啊，你有官司缠身，他是啊，我官身，哦，好多喽，好多官司的缠身，无中生有，那我就。你住址在哪里？就告诉我台中市啊英才路几号。嗯，这个是哪里呀？啊，对呀，啊，我在那边呢，啊。好了，明天下午找个时间我过去看一下，看你办公室有毛病。我叫占过卦，哎，玄武动，又水，玄武又水动，那你这个就有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去看的结果，办公室是这样。
我以为他家开水族馆呢、啊。好，这个水族箱，啊，这边也水族箱，啊，这边水族箱。我进去后，你家开水族馆哦，哦，主任啊，你这开水说没有啊？人家告诉我这样才没有关，比较会换小人呢、啊。我哈哈，一山比一个一山高，哈哈。喂。有时候呢，啊，你在调查单位当得很好，有时候要想尽办法把人家拖下水。现在你被拖下了哦，哎呀，很窝囊哦，怎么样？我啊，他问了怎么办？拿掉嘛？怎么？你在办公室后面有水是小人呢，背水一战呢，你会陷呢，会陷下去耶。啊，湖边水，这个都是水啊，这是水，好边好。还着回头也是咚咚咚咚咚，这么咚，你鬼经就魔音穿脑嘛，魔音穿脑嘛，所以里面水族箱鬼经拿掉，哦，老师没有办法嘛，不行，这是命令，拿掉就拿掉，不然你吃不完兜着走，啊，那位主任第二天早上又跑去找我，我有什么事？老师，昨天我已经叫人家全部抽掉了，啊，有没有抬掉？没有，要抬掉，把所有水族箱子拿掉，你就会平静了。啊，就是后面就是玄武，前面朱蟹，朱蟹也动，挂钟朱蟹动，前面鲤鱼螺螺，玄武动，后面水鲤鱼螺螺，所以你们帮人家粘。啊，办公室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吉凶怎么样？啊，那你就从这个玄武就是坐的后面，朱雀坐的前面，青龙坐的座位的右边，好、啊，白虎坐的白虎座位的白虎边右方。这个和我们以后你不出门帮人家卜卦啊，即使在月球有一栋房子。啊，这个嫦娥住的房子呢，你可以在哦，你这个嫦娥住的房子，好、哦，它的地理好不好？三，八，啊，六，哈哈哈，哦，你看。今天什么日？啊，哦，亥月，戊日，三，嫦娥，这天宫，风水，好，这个地火，好，你看啦，哎，给他看，三八六。地火平移，好，化之什么？地火平移，好，避山火奔，人家叫人家是山火避的哈，啊，山避啊，山灰盆，好，这是郭城、天霞、北后。黑木、青龙、朱雀，好，朱雀，啊，那地火平移，啊，这官鬼爻，啊，卯、丑、亥、丑、亥、酉，好，啊，这是官鬼爻，啊，兄弟爻，啊，父母爻，好，父母爻嘞，然后嘞。化为寅、啊、是什么祖孙爻、啊、兄弟爻官鬼爻祖孙爻你看朱雀前面朱雀动了、啊、表示
皇子的前面朱雀洞了，啊，那里这是空王，空王，空王是子丑，空王，啊，玄武后面是做空的，啊，啊，一位啊，啊，一位啊，戊己己未，啊，那么这是什么？绳索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白虎、玄武、啊，青龙、朱雀、勾陈，好，你看，啊，四爻还是空王，官鬼还青龙，好风水哎，是空王是假的嘞，是玄武用想的嘞，玄武就思想用想的嘞，用想的空的一栋房子哎。哦，而且是暗洞哎，就是暗洞哎，这栋房子在空中哎，你看准不准？啊、哦，你看那老祖有没有到月球去看哈、哦、他的风水了？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去看？啊，你们也去了嘛？哈，你们一起去了啦。哦，青龙也有好风水。但是呢，是空的。玄武就是想象力的，啊、哦。然后六爻勾陈洞，啊，那个风水父母爻动化子孙爻，好、哦，那这个呢，勾陈是中央穴，而穴呢动，啊、哦，动化子孙爻，是也在空中虚无缥缈。地火明夷就是暗摩摩，那无那摩啦。然后三火奔，三火奔呢，就是装饰的，啊，装饰的，啊，那都是虚伪的，虚饰的，啊，装饰的，告诉你大家，这个嫦娥的天宫是怎么样？啊，白虎没有动，没有问题，成蛇呢，路还是空的。啊，卯木啊，这个勾陈，哎，这成蛇路是空的，白虎也是空的，没有事。玄武呢，哈啊，玄武星也是安安静静的。好、啊，你看，啊，嫦娥所住的天宫，不错吧？啊，那你们可以去盖个房子，他、啊、做什么？做丑三位相，不然你自己走看看。好，阿弥陀佛。